我哋而家睇一睇咧，今晚嘅节诶呢一个嘅礼物有几丰富。台庆奖品非常丰富，其中包括惠州雅居乐百老湖送出豪华电梯洋房，总值港币88,800。HTC One Max 5.9寸全高清屏幕指纹辨识智能手机，连电源扩充保护套及重低音喇叭，总值149,000。上海商业银行送出千足黄金12及紫黄金，连惠通理财户口及 TVB 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，总值港币460,000。美心西饼送出台庆蛋糕及饼卡，总值港币250,000。瑞斯莱方超纯骨胶原极致生活液礼券及奖金，总值港币251,000。宝多康灵芝包子及保健食品年奖金，总值港币250,000。澳洲 Cortex PU 按摩乳胶枕及高级寝室用品年奖金，总值港币250,000。Elma Ingo 名贵陶瓷腕表，总值港币271,000。雪肌兰国际集团送出名贵礼品及奖金，总值港币250,000。麦 Bell 送出18K 白金闪亮繁星系列钻石首饰，总值港币73,000。